哦，窗户被跨3次就会封住。我就讲过，对，我你说只是，连续跨吗？对那对不对要对吗？对。又是屠宰场。哦会场哦，，no。好，等下弄一会下其场。他东西。那我直接开到那个，不要了。不然重打，然后再加150跑速。哦，DLC 电锯，看到了。哦，谢。别这样啊！啊！会被带到地下室来吧？会，因为地下室有王八蛋。看你，他带你去地下室吗？对。我正在努力按那个，没有没有。那个什么谁，比尔可以救？那是比啊，尔吗？不对，那个是，比尔水电啊，工。啊啦！哦，绿色手电筒，快哇，谁拉跑啊，你水的？电工！可以自那救个吗？很多久啊？在找你。他挂我不挂你。对啊，成功，救我！快爬过去！哎，他过去找你们，他过去找放你们，了。快跑，快跑！破皮了。哇，这走么路，会啊！呀，超会的。我被砍到一刀，那个哦，开始送这电锯。不是不是，灰的，是灰的电。来，他这样。啊，我有肾上腺素，我要跑了。我死喽！两第二次。哎，手电筒。火箭筒这个时候就应该过去藏在地方，挂了吗？还没，我快下来了，我快下来了，走慢一点，走慢一点，死胖子，死胖子，耶 快跑！OK 的，他追没那么快，他跨过去了，跨过去了。他干死你！为什么你要往那边？我这边没有路。翻窗户进来之后，发现这边没有路，会直接照他脸，然后就直接掉下来吗？不然照嘞，到炸，快去炸！哎、欸，炸死到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，死胖子走错路了。哎、欸，有，闪现弹！耶，好。啊，我走。放板怎么这么爱我啊！一直追，快要赢你！他不追我了，他去追其他人了。因为我刚刚照他脸呐、啊，他很生气。观众是小，有人要来治疗一下吗？
不要怎么样。干。我刚就在旁边。啊，抱歉。哦，绿的医药箱，赶快救一下。来了来了。他我要走救了，他在上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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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面，他在上面。那我他刚刚在巡逻，我操！他巡逻模式。哎、欸，他往那个发电机走了，刚修好那个，还有两台，快修。刚我们在那边激战很久的地方还有三台，地下室有一台。漂亮，我要在这里。真的，地下室那台好像拆过，那很气。哟，我还没拆。他拆是板子，不是？只要拆是好。好像不会找柜子。现在很少人在找柜子了。哎呀，找过你去找过两次。看喝养了多少年了。在鬼前面进柜子比较躲柜子好吗？你要摆一步。他在串摆子。他来找我，来找。你在做什么事情？对，那叫挑衅。我在这边闹半天哎，可是他不想，他追不到他就放弃哎。快干！我受伤了，那我疲劳了，惨了，赢了。对，第三要往我这边跑，没关系，你继续跑，我帮我可以过。修理，最后一台。我在追。你们就是我这边要修好了吗？我这台要修好了，三分之一。我没有拉板，我要开门了。没办法，我这边没办法，我在圣王这边，而且他往我这边，他走了，他要放在最上面。我继续，我继续。可以不要修吗？修好之后，你继续修，我继续。好，他走。我在门这边，我准备好了。他来了。对对，他去，快点！他回来，小狼，他回来，就起来！他走了。他妈，他到底去哪了？他追你！哎、欸，下个，起来救我一下，我需要直接回复。奔自己下来，就有人在修发电机吗？有，快修，快修。嗨。他走了啊！有，往这个挂珠的树这边走，门要开了。他去找那个里面那个。我知道，反正他不会看柜子，大概。然后他去找，他去找你，来救我！我会救你，我手机。一个门开了哦，靠近那个树这边门开了。他追我，救他！好救！救我！他去找其他地方，他去救他，救他，救他！他去其他地方过来，就前面那个，快过来！哈哈，对，你说我吗？我说这个，大概在前面看着我。好，不是因为我在看，直接下来这边有门。哎、欸，我直接你看我状态啊！对啊，正常限速。快靠过来，往我这边靠，我可以增加修理速度。增加修理速度不是开门速度，没有不能修。了不起哦！他在往我这边看，我猫发动了，他电锯开了，撤了，有人倒。没有。